分局于日前接获线报，本辖中区成功路某大楼四楼的排气协会疑似挂羊头卖狗肉，以合法掩污非法经营德州扑克职业赌场。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于11月7日20:20持收狗票展开行动。来，警察哈，首先抬起来，好，手都抬起来。当场查获现役主嫌及员工等10人，赌客31人，查扣现金新台币49万余元、赌具、监录设备、点钞机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赌博罪来重办。那经查，现役主嫌等员工每天在社群网站以及群组中公告每天举办的各种金额及赛事，借以跟客人抽头获取暴利。经本分局专案小组分析，该场所的不法金流，并经过锲而不舍的收证，收证完毕后，向台中地检及地院申请收楼票，借以趁隙一举查获该赌场，来破获本案。